生活知识挑战赛，谁家的艺人最无脑？桌上哪一种情况的鸡蛋是新鲜可以食用的？因为我想说，如果人淹死了会浮出来。商店自动门上的神秘数字有什么用意？商品进货的高度，量什么水位？最初那一组要直接跟公司解约，拜托公司不要跟我解约。运用一根火柴举起垃圾桶，这实验课好有趣哦。经纪公司日常生活知识比赛，长生不老。对对啊，但人的就不能这个过日子可以，但是日常生活很多东西是不懂啊。那比赛没错，代表大义娱乐，小铁，我们公司没人啊。连蔡小杰都派出来了，还是真的。他本来要派张文琪，后来想一想啊，张文琪跟蔡小杰两个也蛮难选。夫妻档，好久不见了，最笨，最笨会是哪一组？最笨啊，很难预测，很难预测耶。绿茶跟蔡小杰跟，吴尊。挑人讲，挑人讲，两位容易文创让你们两个来，你们可要加油了。没错，这个老板真的是选择的 OK 的。我们今天两个来就是来丢宪哥的脸的。要丢宪哥的脸，很容易，很容易。OK， 加油加油。生活上最厉害啊，没人啊，真的没人。其实我们压力很大，是因为现场有我们公司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现场。哦，对，你们总共六个。对，所以今天是说，如果最初的那一组要直接跟公司解约，是吧？演艺圈好了，没关系。我们今天的题目也让大家参考一下，好不好？那这些日常生活中都有的哦，好吧？直接来出题了，各位注意哦。如果一人答对得一分，两人答对不是两分，它是变成三分。没错，为什么一加一一定要大于二，是吧？两人都答错，字不在话下，那是要扣分的。所以一人答错扣一分，两人答错就扣两分，这样听懂了吧 ？OK，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道题目，请出题。产小组积分制比赛，分数最低的队伍即将受到审查。桌上的四种便当容器，哪些不能放进微波炉 ？A. 透明玻璃便当盒。B. 不锈钢便当盒。C. 用锡箔纸包覆食材加瓷盘。D. 随行杯。请作答。好，这个是可以复选哦，复选的，复选题哦 ，A B C D， 好，不能哦，那先看你们这边 B C D B D， 哦，一对一错，正确答案是，待会告诉你们，哎 ，B C D B C D， 哎呦，那这边呢 ？C D C D A D A D， 哎，哇，错 ，OK 吗 ？OK 吗？这是 Christian Dale 对不对？这个是直流点对不对 ？A D B D B D， 那你那边是什么 ？B C D B C D， 哦 ，B C D， 正确答案是什么？告诉我们，正确答案是 B C D 都不是。只有这个能放进去，这个可以。好，这个，所以它是微波的东西哦。这个不行，陈曼玉。Microwave， 有被拖累的。微波炉，我跟大家解释过非常多次了，有没有？这个进去会整个爆掉，会爆掉，有铝箔，那个也不行，会烧起来，对，会烧起来哦。哦，因为它里面没有热气，没有它。你这解释好好听。记得起随身杯，这个是温水瓶，温水瓶千万不能放。里面有胆嘛？对，对不对？有那个水银的胆或什么，因为它保温。保质量保温嘛，对不对？然后就变成，如果你是直接用那个加热在金属上面，水银就以前的有水银，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好的，第二道题目，请出题。请问，在不打破蛋的情况下，将鸡蛋放入水中，可以判断新鲜度。桌上哪一种情况的鸡蛋是新鲜可以食用的
A 鸡蛋下沉 ，B 鸡蛋飘出水面，请作答。好，停止作答。好，那我们现在看大益娱乐，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A。两个都 A， 两个都下沉，沉的沉下去的，新鲜可以食用的，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煮熟的。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买回来鸡蛋就会沉下去，你煮熟才会飘起来，不是吗？因为每天有在煮水煮蛋的人都知道它会沉下去。OK， 好，这边爱迪生，我搞错了，我搞错题目，你搞错了。对，因为我们要可以食用，来 ，A 容易无糟 ，A， 你们这边 A 也是 A， 好。Why？ 因为我想说，如果人淹死了会浮出来，所以对，所以想说新鲜的人会太厉害了，好有知识，新鲜的人。我们来看看正确解答对不对？答案就是 A。谁？只有一个人选错。对，你知道你不是你吗？好的，一起来看看下一道题目。来，请问。搭飞机时，为何机组人员会在夜间降落时调暗灯光？请作答。好的，写下来，别交谈，两个人不要互相连累了。Keyword 就好 ，Keyword 就好。来，我们先看大益娱乐。机内灯光会影响，为了不影响那个塔台或其他飞机的那个就是照明啊，机内的灯光照明会影响，所以要把灯光调暗。怕刺伤眼睛。有事吗？这样，我本来觉得这一题应该是选择题，因为我知道为什么它要有灯光，因为指引他们回家的道路。但为什么要特别调暗的？机内的飞机里面。哦，是哦，那太超题了。谢谢。可以让组员或是客人可以注意机外的状况，就跟开窗的道理是一样，因为一定都要开窗嘛，他一定要打开窗。常在旅游，我比较体贴顾客的心情，因为上升跟下降都是很紧张的时候，然后会让他们比较放松，比较好，对，安心入睡，安心入睡。各位，刚刚有没有夜间？来，容易夜间哦，安全的考量，因为如果它写夜间，就代表如果你里面是亮的话，看不清楚外面，所以夜间反而是光的问题，所以你要暗了比较好看到外面的问题，而且飞机通常容易失事，都是降落的时候比较容易出问题，最危险，最危险，所以降落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做这件事。比如说我们到小时候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我们都眼睛先闭起来，对，拉着，然后进去里面再张开，你就能看到里面很清楚。对，因为那种我们看的是小电影。关键原因是因为可以让对方就是看到你的飞机降下来的位置。它的轨道会非常清楚，因为他就会知道说，因为里面关掉的话，对方可以看到说你的飞机要下来了。它位置的轨道会告诉为什么？你开灯不是看对，开灯不是看更清楚？对，所以说安全的轨道会降落，就是安全降落，就等于说那个轨道下去，对方可以看到你的飞机要过来。慢慢搬。因为老板生气了嘞，无不留秋的一个飞机，然后关掉灯，人家看不到你啊。就对方飞机的位置的人，这样要降落的时候，他一定会有看到说，哎，飞机要来了，飞机要来了。坐下。来，好看娱乐，哎，刚好。有某一任女朋友刚好是做空服相关的，因为我之前就有问过她这个问题，然后例如可能飞为什么降落起飞之后窗户打开，那我也问过这个，她说是因为怕，因为如果你里面开很亮，如果在夜间你要逃生的话，那个可能会有那个反差。正确答案是什么？好的，有两个答案，就是呢，我们当中有几位朋友是讲对的。如果降落不顺利，需要疏散乘客的时候，乘客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黑暗，所以这个是对的。我就刚讲，就是我刚讲那一个。对，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要让机组人员帮忙机长检查外面的引擎是否有异状，有没有异样，发生状况也可以第一时间。因为你飞到高空飞到低的地方，万一有鸟击或什么，或者卷进去，或者爆掉，或什么有音爆或什么棒，或者有东西异物挤入，对，比较看运气。好，现在的容易文创现在终于一分了，好，好看，还有三分，爱迪生三分，大益娱乐也是一分，加油好不好？往上比啊！你们看差不多啊，来，一起来看看下一道题目。露露睡觉时。不小心把精血沾到床上啊？怎么了？为了有效清除血渍，下列哪种做法是无效的？哦 ，A 女生都有经验。白萝卜加盐搓洗啊？哇 ！B
温水稀释漂白水浸泡。哎 ，C， 热水搓洗并用肥皂清洗。请作答。三、二，有经验的女孩。一。看到爱迪生这边，我觉得一切都太合理了。但是因为我有试过用热水搓之后再用肥皂，其实是洗不掉的。这个方法看起来那个是最合理的，对，看起来最合理。我觉得一定没有这么简单。哦，这个是无效啊，热水。哎，唔知哦，哎，来你们两位 ，A A， 他也是有经验吧？没有，因为。都是他懂的，因为前一次用温水跟热水洗，其实可以把血洗掉的。因为肥皂啊，没有没有，其实温水只要搓一搓，其实那个血会面面变淡。对，但是热水，对，它变淡，热水和温水，热水那个，对，但是不能用冷水，对，这就洗不掉了。好，来，请看两位的答案，为什么？我在想说白萝卜加盐，因为白萝卜是碱性的，然后加盐更碱，所以一起。搓搓就是直接把白萝卜加盐，然后放在那个什么床单上面搓的话，搓哪里啊？搓床单会沾到那个地方。对，然后我觉得热水跟肥皂没有用的原因是因为，通常那个来的时候会很不舒服，所以都会隔几天才拿去洗。所以那个时候用这个方法，我有试过，但已经没有效。我想你已经想太多了。来来来来，基本上。我应该不会有人拿白萝卜加盐去洗内裤吧？有啊，你旁边就有一个。我就觉得很开心的。B、C 应该如果就是正常人会去做的方式，对，所以应该 A 没有效。好看娱乐这边。因为我曾经有次也是沾到就是床单，然后我直接就拿去冲热水，然后马上就是。没了，怎么可能？真的，我马上冲热水就没了，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没有热水洗，你那个有没有？他那个应该是刚发生，那你冲对，马你用热水，或者是他那天刚好第一天比较少。哎，来，正确答案是什么？好，我跟大家说，无效的只有一个，就是 C。对对对，对对。水吗？对，因为它会凝固，更洗不干净。所以如果你真的沾到的话，因为像我就是用冰，越冰的它反而立刻弄得掉。里面有蛋白，厉害！爱迪生现在六分了哦。好，一起来看看吧。下一道题目，哎，眨眼，便利商店自动门上的神秘数字有什么用意？请作答。便利商店自动门上的神秘数字有什么用意？很 tricky。OK， 我们从大义娱乐这边来，谢欣，原因是什么？商品进货的高度。商品进货。OK， 小姐，推进去的高度吧。你的答案呢？因为我之前曾经在那个全家便利商店打工过，因为他每一天的来客数都会有登记，所以他应该是用来调查，就是来客数的一些他购买，比如说多高，他购买的频率，或者是他会不会买。所以你有做过便利商店？我真的有做过。你做过便利商店？商店，然后你答这个答案。对，但是我做过便利商店，但我没有去研究过这个。OK， 研究一定要而已。像我的话，生活当中哦，只要有我，哎，我觉得这为什么这样，我就追根去了解。对对，宪哥就是十万个为什么，那个对研究的一个精神。OK， 来两位。我的是让那个警察，然后就客人如果有抢案有没有，然后店员跟警察就会，警察会来嘛，然后店员说那个身高大概犯人的身高大概在。越监视，对，答案是一样。你认为这个犯人就是货物？对对对对，犯人要偷的货物的高度。OK， 来来来，哎，客人身高。东西高度，你又加了一个东西。我是在开这家店的老板去思考，为什么要贴那个数字？如果我会贴的话，一定是想要知道来的客人那人多高。他如果偷东西的话，客人对对对，我也是注意身高，注意要上面写客人，对对对，注意身高。OK 啊，身高。我之前尴尬，哎，量什么水位？量水。还有台风天，水会灌进来，要量水位啊。中南部有淹水。有人真的画刻度了，对啊，正确答案竟然就是最接近的，应该是 Stanley 这个答案，史丹利就是为了要看从监视上就能够看到这一个人的身高，他竟然很有可能是，比如说是来抢匪，对，之类的，因为
超商不清楚脸被抢的单位里面最多的就是超商，超商对，因为之前新闻有报道嫌犯的依据，正确答案是没错，就是这样，好，完全正确，厉害了，哎哎，容易加油，现在两分了，两分就已经是第二名了哦 ，yes， 加油，来一起来看看下一道题目，台湾的资源回收常令国外赞叹不已，请问以下哪些东西是不能回收的？好 ，A 马桶盖 ，B 榴莲壳 ，C 机车坐垫 ，D 袜子，请作答。哦，是复选题，复选题，不能回收哦，不容易，不能回收。来 ，BD， 榴莲壳跟袜子，为什么？因为榴莲壳没有再回收的，因为榴莲吃完了就丢了吧。袜子，袜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因为袜子烂掉，没有人要穿呢、啊。你回收它没有要干嘛？那就回收它，那就稀烂稀烂的，没有它是再制造啊，或干嘛这一些，比如玻璃就会回收啊，对，塑胶就会回收、啊，还有电池，对不对？那机车坐垫是外面有塑胶的部分，但里面有海绵啊，对，这个能不能回收是一个问题。可是万一回收到小龙的袜子呢？那就是。一双臭袜子坏掉，整个回收厂，来来来 ，A B， 因为我觉得榴莲不能，榴莲壳不能回收，我觉得主要是考量就是回收人员的安全，所以我在觉得怕是刺伤什么，所以我就选榴莲壳。因为我觉得马桶盖脏，就是很多人做过，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知道我自己不必，主要是塑胶的部分，消毒对呀。不知道我第一个想法是这样，然后榴莲壳应该就是因为我没有看过人家回收。OK， 来，小杰，你的答案是什么？AC 马桶盖跟机车坐垫，榴莲可以回收。我其实一直在想要不要把榴莲加进去，但是因为我觉得榴莲它就是植物，它有什么好不能回收的呢？它只是回收是再利用的意思。植物有回收哦，对哈，不一定啊，你的答案不一定错，很难讲啊。你要对自己有自信。我没有，我只是想到说可不可以收，因为马桶盖跟机车坐垫其实常在那个我们的巷子里面看到，因为不能被回收，所以人家要等到专门去收它的人带走它。对。来，谢欣，你的答案。C D 就是因为我只卡在 C 啦。机车坐垫里面好像是海绵还是什么东西？对，里面有海绵。对，我就不知道那个东西。外面有塑胶。填充材质。那个海绵不知道可不可以回收？答案是回收的是 C 还有 D。我答对了。榴莲可以哦，好屌，好强哦！榴莲壳是被归类在堆肥厨余类，哦，所以椰子壳、榴莲壳是要收集，另外交给回收。袜子不能回收啊，袜子。袜子它属于平面类的，所以窗帘呐、围裙啊、泡水过了这些都是发臭不具回收价值的。但你的衣服完整的是可以给回收，旧衣回收桶，旧衣回收，旧衣你不能丢内裤跟袜子。然后也要跟大家说，坐垫因为里面有泡棉，所以如果你是绒毛娃娃这种，也不能回收。OK， 请看下一道题目，来，看点上大号时。一旁垃圾桶内的纸张突然起火，请问哪一种液体无法扑灭因纸张引起的小范围火势？ A 可乐， B 啤酒， C 威士忌， D 提神饮料， E 白醋，请作答。还可乐， A 为什么？因为 B、C 两个都是酒类的，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哎呦，好聪明！然后提神饮料，我觉得它没有什么任何成分是需要被提起。不要再说它。然后白醋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它常常放在厨房。如果它不可以的话，它应该就是会，对，它应该会放在客厅。远离厨房，厕所。对啊，想做一点的做菜啊，对啊，穷起抽太丑。原来它是拿来灭火。唯一想到可乐的原因，有一个糖果吃了会爆炸。曼陀可乐糖，会喷出来，会喷出来。所以我在想说，应该有可能。这样以后这样好不好？你确定对了以后，我们再来解。我跳过来不要偷改答案，我改了。对，哎，原本
写 D， 那你就写 D 了。对，那就还人家。我看错题目了。好，好，好，不要弄得那么难看。哎呦，你这样真好看。C D 看错了。只有他的酒精浓度最高。对。因为像调酒课，我之前上课就是酒精浓度够高，可以，它会让火更旺。对。多的欧式的这个糕点，它就桌边有没有？它会燃烧，这无疑是算是秀。就跟你说单选，而且那个桌边不会说拿手机拍，拿手机拍，快点拍。这个太白痴了，有没有？而且我觉得 A 可乐不可能，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拜拜，然后那个要把纸钱扑灭，会拿可乐这样倒嘛，倒它就熄灭。对啊，而且啤酒，因为我们很常去烤肉，很多都是用啤酒来。啤酒酒精浓度约莫是在3.多，对，所以绝对不会是蛮低的，很低，但这个动不动就是30几、40几。以前调酒都会用，对，来，我们现场就来试验一下，来用威士忌。喂喂喂，啊，不是啦，这一定不行。这题答案就是 C。那怎么样？啤酒真的这么简单哦？啊，啤酒 OK 啊，人家会觉得说啤酒不行，有酒精不会啊，但是因为酒精浓度不高，所以可以。这个。紧急时候撇把尿也是，其实最主要就是用尿嘛。对，在厕所一定是用尿，但是或者是你马桶水，你尿尿去尿在那个燃烧中的木头当中的时候，它会尿尿会红肿。这样可以可以，希望啊，今年我们可以拿一座金钟奖。有没有看到？干干净净的，对的，小范围的，这些都应该还可以了，这个不行，这个绝对不行。好，再回忆起来看看咱们，哦，目前爱迪生9分了，第二名好看，哎，2分，我们容易文章胜容易头脑，好吧，第三名呢，最容易的就从我们大意了，有没有看到？负3分。加油加油！一起来看看下一道题目。哎，台湾位于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并写出一个全境与台湾属于不同半球的国家，请作答。哦，这个算相当简单。中简单。就写出一个跟台湾一个问题不同半球的国家。3、2、1，哎，来。来，台湾是南半球、北半球。北半球。北半球，然后你写的一个国家是什么？南极，我不知道它算不算国家。北半球，南极，南极不是国家，南极不是国家，对。OK， 对。北半球，纽西兰。对啊。对不对？这样可以算对一半吗？是这意思吗？对啊。哦，没有一半就是一半就是不对了。北半球，澳洲一样，对。澳洲在南半球的。OK。露露救了我。对。北回归线，北回归线，对啊，对，北回归线经过什么地方？那个我有去过嘉义，嘉义嘛，有一个北回归线的那个嘛，他有盖了一个纪念的。哦，标准答案，澳洲。宪哥，对不起，我写错。宪哥，合约拿出来撕掉。对不起，我是阿拉斯加，刚好都相反。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我以为是北半球，加拿大属于北部的。对，啊，问题台湾不在南半球。啊，对啊，在那在那条线上面 ，I'm sorry 啊，我也写错了啦。有别的民间专长吗？民间专长，拿出来烧掉。老板生气了，来，我也写错了。啊，北极南半球啊，两个都不对。好 ，OK， 一起来看看下一道题目。2019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出炉。台湾竟然成为东亚第一幸福的国家，在世界排名也有25名。请问世界幸福报告中第一名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A. 冰岛 ，B. 芬兰 ，C. 新加坡 ，D. 杜拜，请作答。只有一个选一个，单选。只有一个吗？第一名的国家是哪一个？我们来看看大义娱乐。等一下。啊，这个不用想，你用想破头也不会有答案的。答案是什么 ？A， 冰岛。冰岛。嗯，啊，你是 B。芬兰。有看过报道吗？我大概知道在北欧，可是冰岛破产啊，所以大概在北欧那边。哦。所以我想冰岛啊 ，BB 好。一样是，我记得是北欧，但是因为冰岛破产，对对，所以应该是芬兰。芬兰哦，哎，来 A， 冰岛。对，我要不是 A 跟 B 在选。
选，但我觉得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你确实知道？因为我知道，因为他们有报道，因为我有记到芬兰跟纽西兰是排名前面的。有，对对对，耶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don't get wrong。对，在前面，呀呀呀，讲话大声了。OK， 两位都是芬兰，对芬兰，一起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就是 B 芬兰。北欧国家，因为他们那里冷冷的，社会福利有，冷冷的，让人跟人在时代不一样了。只要是有侵略的话，一定是从冷的地方往温暖的地方侵略。哦，仔细想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冷的，他会去侵略温暖的地方，但是他又不习惯，他就回到他们的北方。所以人家说北方的狼族有没有？俄罗斯为什么是战斗民族？但时代不一样啊，现在没有在打仗。对，北欧那边，然后冷冷他们。啊，没事干啊，不，要不然就舒服一下。也是另外一起打仗啊，台湾第25名了，还不错。好，请看下一道题目。来，露露到国外旅游，对着当地人询问 ，Where is the water closet？ 没想到当地人竟然听得不飒飒。请问，露露对当地人说的这句话是想表达什么意思？请作答。好，不能问啊，不能 murmur。哇，英文真的不行。蔡小姐，什么答案？厕所 ，water closet， water， water， W A T E R， closet， C L O S E T， W C， W C， water closet。我听这题我听不懂哎。你还住过美英国啊？来来，你的答案是什么？我说饮料柜。啊！而且贵还写错，我本来也是写这个。哦 ，OK， 好，来来来，爱迪生这边，我又是厕所，厕所，因为 water 你们有默契哦，水的柜子，在国外不是正确的说法，水箱嘛，他那个厕所都有一个抽水马桶的水箱，对，我的儿子，而且脚边谁烧干嘛？谢谢。哎，询问 shopping 的地方。请问下面地方哪一个字？哪一个字有虾皮的地方？虾皮的哪一个字有虾皮的？好，哪里有水？哪里有水 ？OK， 吴尊，我是写哪里有饮水机？因为可能想喝水啊，想要。好的，正确答案是。没错，就是请问厕所在哪里？等于是以前在英国最早，人家说，哎，哪里可以大便？对，就是太低俗了，所以比较少这样讲。OK， 所以才改成 toilet。好，一起来看看下一道题目。来，请问，为什么原子笔的笔盖上通常都会有一个小孔？请作答。蔡小姐，念出来是为什么？我小时候就因为怕爆掉，因为那个里面的那个墨汁还有那个压力平衡的关系，所以如果它没有盖子硬盖的话，其实应该会久了或者是会干不起来，会干掉。干掉。对，我跟他有一点点像哎，我是说他这样子盖的时候，因为我怕有压力，他那个液体会流出来，可能要开一个洞让它保持一个压力的问题，对，让它液体不流出来。这个答案是很怪异的东西哦，来。来 ，Stanley， 想是保护笔芯。嗯 ，OK， 谢谢。保险防止膨胀，防止，因为它的那个油会膨胀，会膨胀，对，也跟墨水有关。而且透气，透气，不能是密闭的。呼吸需要呼吸，笔需要呼吸吗？是人需要呼吸还是笔需要呼吸？我觉得笔也需要呼吸，它才会有水，才会起来。它也有人也要呼吸的意义，有吗？对一个外国人讲话，我应该就是很直接猜，就是需要呼吸。OK， 对 ，OK， 透气，哎，一样。不能闷着，不然没有水。原子笔有毒，不能闷着。因为我觉得有毒的话，可能会因为你要常出来走走一走才对。正确答案太特别了，竟然是为了防止孩童误吞食聚集。因为如果他吞进去的话，如果两头是有透气的话，他这样呼吸还可以通气。哦。但是如果是实心的话，他就。卡在那边，就噎死。哎，对，如果在气道里面，它就没有办法空气过去。而且小朋友很奇怪，就是喜欢吃这些东西。对，因为小小的就往嘴巴，真的很容易就吃了，是不是？它吞进去，会咬那饼盖了。阿伯，你今晚吞快慢了。不要了！而且它是怎么样？它误吞了，可以勉强保持呼吸了。哦。然后你开一个洞哦，好像也不能这样吸进去这样。
Boring， 反正就长，答案就长。来，一起来看看下道题目。骆驼的驼峰装了什么东西？啊 ？A 水 ，B 脂肪 ，C 奶水，请作答。奶水。哇，这个有意思的题目。这边。哎，脂肪，脂肪，水，水，因为我觉得骆驼走在沙漠上，它需要水，对，它完全它走那么多这么多那么个，它是沙漠之舟嘛，对，所以说它一定是有水，水分，所以它里面是水嘛，对，所以你有看那个水喝完以后消下来的吗？我是有听过，就是它的那驼峰是在储存食物跟水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里面储存食物啊，对，放一个便当，因为它在沙漠啊，不能微波，对，它不能就是因为在沙漠走，所以长期走，所以它需要储存食物跟水，环境的关系，对，上了它的就是它，你也是 A 呀，我也是水，来 C 奶水 Why？ 我觉得水不合理啦，奶水又比较合理吗？你是想把它吹胸罩是不是啦？搞不好不是奶水哦，搞不好它只是在拔罐。脂肪，肿了，那是脂肪哎，看它脂肪多少，是吗？单峰跟双峰。OK， 哎，两位，我选奶水。我觉得跟蔡小姐一样啊。我觉得最不可能啊，在沙漠的一个旅行商人啊，在最极端恶劣的一个状态之下，是会把骆驼处理掉，杀了，喝的是它的血。或者在最紧要，就连没有水嘛，只能喝它的血。哦，那也不要懂。来，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 B 脂肪。当然是脂肪。脂肪可以分解出能量跟水，所以其实水是从这边来的。是，但主要是脂肪。好，那么本阶段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出题。请问哪些蔬果生长在土里？哇，难了，有点难。生姜 ，B。榴莲，不能说。C， 芦笋 ，D， 洛梨。先不要，请作答。不选题哦，嘴巴不要 murmur 啊。三、二、一。好难，好难。为什么？不知道。乱猜的。C 不确定啦 ，A 确定。芦笋我不是很确定。芦笋我记得买的时候是有土的。对，有买过就知道。芦笋吗？有一些是有竹笋，竹笋我确定啊。当然，那不芦笋它不长在土里，它会长在哪里？你觉得？它比较细耶，不是吗？你没看过榴莲树？我知道，但我突然就想到，哎，榴莲那么重，如果在树上会掉下来。哦，牛顿就是。想什么啦？哎，椰子也蛮重的，对椰子掉掉。哎 ，A D 呀 ，A 跟 D。因为我没看过洛梨，所以我在猜有可能它在土里。哇，你们两个有志一同哎，都一样。对，生姜是在土里，我确认。那洛梨的话，因为它中间有一颗屎。不是那个有一根是洛梨有籽，那可能是在土里面。洛梨是洛梨树吧？上的没有洛梨树，没有。有，这么肯定哦？他很肯定。有啊，洛梨是长在树上的吧 ？A C A 笋子感觉就是会长在土里的。对，正确答案是 A C。其他都长在树上嘛，有洛梨树，绿茶。现在爱迪生已经是六分了，然后大义富，哇，荣誉文创富。等下先等他们错，继续错。好看富三，第二名了，加油！加油！完全没有冲刺，各位，接着下来拿分的好机会，一题就是两分，好不好？不倒扣，但是要抢答，不准交谈，请出第一题。抢答题，答对一题获得两分，答错不倒扣分数。如何运用一根火柴举起垃圾桶？请抢答。举起一根火柴，所以基本上这根火柴要点燃哦。嗯，对，要点燃一根火，哎，好好，所以一根火柴啦啦啦，来来来，容易一解，来你来你来，你拿出来试试看嘛。没有，没有，你只要意义差不多，做的不怎么样，我们也算对。自己自己自己，不是我想说，应该是用火柴，好可怕哦！不行，你要点燃我们的餐巾纸。我想说，点燃它，烧了它，然后那你要先撕一张就好，我怕整桶烧起来。嗯，先烧了它。
哎呦，来喽！你早该想到这一步。没有，你要拿新的，你要拿新的，那个烧过。是不是？哦，我知道了。对，用位置。嗯，不讨论，不讨论。讨论。要拿手机吗？哎。它带火点很小哎。然后有火很大了，很大了，很大了。你现在要怎么样？赶快说，又要问祖先的事吗？然后呢？然后呢？不是，然后烧灭掉，灭掉，灭火。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讲。我知道，水开水了，要泡面是。有，然后盖住。好，你要干嘛？盖住三个二。我知道，我知道。那是谁先举的？吴尊先的，吴尊先的，吴尊先的。没事，他搞不好也要烧。哦，对，好。你要怎么样？小心烫。哎，小心烫哦。可以把有夹子，这个把它夹起来。没有，不能。你用卫生纸包啊。别，哎，对。可以用拔罐的方式把它拔起来。哎呦，不够热啊。不是啊，你可以自己再另外。不够热。不够热是不是？对，拔罐。嗯。哎，这橡皮擦是道具吗？可以用，对，是道具。哦。哎呦，吴尊，哎，吴尊。啊，我怎么这么难呢？现在我想试试。好，你刚刚有什么样吗？好厉害，蔡小姐，哎呦，直接告诉我们。蔡小姐不觉得，我觉得应该是把那个用火柴，然后把那个杯子就是烧到有点融化，然后它就可以。这个我可以睡觉，这个我知道。啊，会不会是它里面有烟冒出来了之后，再用旁边的水围绕着它的那个杯盖旁边，用你的那个水的吸引力把那个……你来，我知道了，我要想试哎，等一下，不，你处理那边嘛，好，处理这边，好。这应该对，小心小心，小心手。过来，你处理那边那水啊！我家在太西南大主厨。对对对对。啊，哎，你要用那个。你是北七，你别让天降雨，你叫。对。水的吸引力。对啦。对对对，还没。然后。水的吸引力。然后呢？然后呢？再燃烧多一点。水的吸引力。小心手，小心手。小心手，小心手。烧多一点，烧多一点。你不要这样，手好危险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直接盖，直接盖。实验课，好有趣哦。那你们都没有想到那个好，捂好啊！再漏气，漏气。哎呦！对了，对，它在冒泡泡，在漏气。它在泡泡。压紧一点，气有跑进去。紧密一点，压紧一点。哦，好，可以。刚刚有吸住了。没有，因为失败，不行，气跑进去了。气没有，这个旁边，嗯，那个纸。但是这个，是这个样子吗？意识到，应该是意识到了，答案是对的，几乎是对的。那橡皮擦要干嘛？对，所以你问到重点，橡皮擦要干嘛？误导，橡皮擦是误导的。橡皮擦其实就这样插上去，插上去就安了。它只是让它一直缩。哦。然后我们让它那个是可以更服帖的话，不平嘛？对呀。有了，这个有了啦，这有了。这个蛮好玩的哦。这还蛮复杂的，太多了。好虚哦。这个。祝你生日快乐。哎，压紧，压紧。压紧。有感觉了吗？有感觉了吗？提前吗？老师有感觉了吗？请问，为什么衬衫的第一个纽扣洞是横向的，其余皆是直向的？请抢答。小杰先举的，小杰先，快讲。因为那个脖子的距离，你要给他多一点点的空间，然后比较好解开，比较好扣起来。还有哪一位要抢答？查查，查查。我觉得是横向，原因是它可以让你的衬衫均匀到一个可以称职。它不会让你衬衫皱起来，因为是直向的话，衬衫是歪会歪的，它会歪的，它就是因为让你均匀横的，它会让你这边的肩膀弄得非常的漂亮，弄挺一点，挺一点的意思。因为这边比较厚，如果直的话它不好扣。因为这个地方是缝厚的。除了是符合人体工学比较好扣之外，因为
如果你第一颗扣子扣错，下排全部都会跟着扣错，所以第一个呢一定要。因为第一个在你家下排全部都直向的。可是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啊第一个扣错扣错，哎发现就整个全部都错，所以你要第一个要跟别人比较不一样，才避免扣错。哦，才是这样。第一个很重要。没有对的吗？没有对的。头过身就过。对，确定吗？好 ，OK， 好，正确答案是。因为第一颗最常扣，对，最常要用嘛，然后它又横的，因为如果你看我们这样子，它很容易脱落嘛。你这样扯你一拨，它就扯掉了。横的比较稳。可是它卡的比较死。哦，就卡在那个洞眼。对，然后因为我们最常从第一颗，而且第一颗特别难解开，哦，因为很稳啊，下面啪解开。防止色狼。来，下一道题目来。最近新闻中吵得沸沸扬扬的拜登，日前宣布了一件事情，请问是什么事？请抢答。哎，现在是梦游哦，选总统。代表民主党选总统，恭喜答对啦！宣布参加党内初选，角逐2020美国总统大选。下一道题目：拥有800多年历史的法国知名地标巴黎圣母院，在当地时间4月15日傍晚发生火灾，灾后内部照片曝光，神坛和十字架竟毫发无伤。让大批信徒纷纷直呼是神迹，请问为什么十字架会毫发无伤？请抢答。因为它的十字架是用金去做的，而金的熔点呢比较高。正确吗？正确。恭喜答对。哇，金的燃点比较高。金十字架。好，最后一道题目，请出题。2019年4月10日，世界望远镜计划。哇哦。首度公开人类史上第一张黑洞的照片，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据了解，出现在黑洞事件世界的东西都会被吸进去，再也看不到。请问这个过程叫做什么？哇，天哪！ A 黑洞化， B 吸收化， C 螺旋化， D 面条化。好，史丹利。好，史丹利。黑洞化，黑洞化，哦，还有其他答案吗？螺旋化，螺旋化，还有其他答案吗？吸收化，面条化，面条化，姐妹要选吗？我跟你讲哦，黑洞是极高热，搞不好就像面条一样，啪，整个融化。正确答案是 D， 面条化。看到，心虚不见，很难知道。我是刚好看到，如同面条一样被吞噬了，吞噬。有没有？今天的总冠军竟然是我们的啊？哦，不是你们了，好了，这个负五，好不好？爱迪生18分。今天真的要大义灭亲了，好不好？最低分，你是被拖累，完全被拖累，对啊，是被拖累的。两位都美女哈，一人一头，来，哇，太好太好，来，自己来了哈，自相残杀，自相残杀，哦，你们又逃过一劫，对呀，要不然靠这个，你们这一辈子都是在苟且偷生。我们不是最后一名，得过且过。我们是老二哲学，当老二，不要当最后一名就好。刚好赢人家一名了，好没有，好厉害的老二。他们第三名，好，不能用手离开啊！好，我们数一二三，两位把它扯开为标准啊！预备，三二一 ，Go！ 啊，对不起。哎，不能用手，要跑，要跑，来，真的跑，要跑，要跑，对啊，有跑球，要跑。不要去嘛！我怕他砍到。不要拉住。哎，卡的好死啊！怎么样？小心的脸，天好惨哦！天气好可怜哦！好，你看，我就知道你会掉，有没有？掉下来就要重来。当然了，没事的，没事，没事，没事，辛苦了，大家开心就好啊！恭喜他们获得冠军。